休玩衣食住行，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对住的要求越来越高。设计师 Yukio 与你畅谈室内设计心得，为你介绍流行的设计风格，同你一起足自室。好啦，欢迎收睇第48集嘅足自室啦。啊，我系 Yukio， 我系 Natalie。系啊，我哋好快就已经嚟到48集啦。系啊，48集即差唔多接近一年。其实应该系一年嘅，因为应该有几个礼拜系冇做到节目啦，同埋放假。放假啦，有一个礼拜我又唔舒服啦，所以冇做到节目。其实都差唔多一年噶啦，系啊，11月啦嘛。系啊，我记得我哋都好似系11、12月开始。系啊，我咁快就对住你一年啦。系啊，好快。你厌未啊？你会唔会唔再做我嘅嘉宾主持？哦，唔会。你厌未？我唔会。但你今日直播點好得意啦！但我都未切合到你冬天嘅造型啊，即係我覺得其實今日都仲熱熱。其實我人生之中有一樣衣著我係，我諗我呢一世仔我都著唔到出街，就係波點。點解咧？其實我好多波點衫喎。唔知我個人嚟講唔係太中意波點。曾幾何時有一輪咧，啲男仔咪好中意著件白色嘅恤衫，長袖恤衫，跟住有黑色好細嘅波點嘅。我試過見到有大嘅咯，大嘅波點。頂唔順，其實我上個禮拜在一個 event 上面見到一個男仔的 designer 穿著一件黑色的波點，黑色的恤衫，跟白色波點，有大細波點，即係呢條領就是大波點，跟住側邊係細波點。但係我好佩服佢嘅勇氣。其實都幾好睇嘅喎，唔好睇咩？你覺得？我唔中意波點，唔係可能我 personally 唔係好中意啲 repeat 嘅 pattern 啊。但唔係因為我花花，其實我成日著花花都係 repeat pattern。花花都係 repeat 嘅 pattern。我唔係太知道點解我間條咧，間條得唔得？間條 OK。間直間。間條 OK， 除了黑白間咯，即係除咗好似漢堡神偷咁樣，我又覺得麻麻地。咁如果好似即係我哋之前講過啲牆咧，即係粉紅色、黑色咁。哦，嗰個 OK 喎，嗰個 OK。係咪啊？反而 OK， 即係 sharp 色我接受到，反而。係，我諗我哋可以揾一集係純粹講 fashion 咯，即係有一個室內設計師講下 fashion。嗯，你快啲去考慮一下做呢一個 topic 啦。做 fashion， 咁要揾翻啊 ，merge 翻兩樣嘢。揾翻呀死 ，Brandis 揾翻 Brandis 上嚟講下 fashion 係咪？其實我成日都好想請啲嘉賓上嚟，但係我奈何我又冇啊仙人咁犀利，成日都請得夠。佢係 weekly 都有嘉賓嘅。weekly 都有嘉賓。anyway， 好輕鬆嘅，因為今日48集，我本來係 target 咗某啲嘉賓，但係嗰啲嘉賓又係都仲係唔得閒。咁 ending 就做咗一啲一啲 research， 跟住加上我把聲又都好翻啲，但係好翻好多都仲係爛咯，好翻好多都同埋都仲係爛，都未回復到正常嘅聲音，所以係啦，咁就跟住咧，本來咧其實今個禮拜真係好 relax。今個禮拜咧，其實啱啱過咗咧一個好重要嘅假期，叫做 Diwali 就係印度嘅一個過年咁樣嘅，即係佢哋去瘋狂玩5日嘅，即係個印嘅時候過年。係啦，十月尾11月係啊，咁佢哋有一個節日叫做 Diwali 嘅，就係一個印度嘅節日。咁當然我係對印度係特別熟悉㗎啦，因為我係幫印度，係我 partner 係印度人嚟㗎嘛。咁名咁，我本來呢個禮拜係諗住做一個關於蒙拜嘅一啲嘢嘅，咁但係當我做到一半嗰個 research 嘅時候咧，咁名我發覺其實講印度係非常非常之困難。點解啊？因為印度是一個即係佢有很強的歷史背景的一個地方嚟嘅，即係並不是我努力一個禮拜就能夠做得到。即係其實講印度就等於講中國一樣喎，即係佢係強到咁樣。係需要做很多 research 嘅，係啊。咁跟住揾下嘅時候，跟住就揾到另外一個阿拉伯嘅國家，就係唔係國家，揾到另一個阿拉伯嘅地方就係呢個杜拜。即係可以跳嗰啲舞喎。係啊，因為其實本身我哋。過去嗰三個禮拜就講咗呢個沙地阿拉伯啦，咁其實講沙地阿拉伯嘅時候就係一個，其實我都有諗起過杜拜嘅，當我哋講緊呢個沙地阿拉伯嘅，因為其實沙地阿拉伯我哋講嗰三個禮拜咧，其實係好天方夜譚噶嘛，即係大家都唔知做乜噶嘛，即係咁睇啲未來片，好似睇緊嗰啲 Mission Impossible 嗰啲咁樣，咁你完全唔知道佢做乜鬼嘢，因為嗰啲嘢係已經係劃時代，唔係我哋呢個時代能夠即係想像得到，佢係我哋呢個時代，但係佢講緊仲係。
五年、十年之後先會發生呢件事，咁就同我哋完全係即係你想象未想象得到咯。咁但係其實相對於杜拜咧，所以就好唔同啦。即係杜拜係真係佢起咗啦。哦，已經起好咗。係啦，即係杜拜好多嘢都已經起好咗。咁同埋近年起嘅其實。應該係由杜拜第一個最令世人第一次認識佢嘅就係帆船酒店啦。帆船酒店即係嗰個喺嗰個岸邊喺個人工島上面起嗰個酒店，即係帆船酒店。佢係一個1999年就起好，即係2000年前佢已經完成嘅一個酒店。咁佢係第一個令到人哋去認識杜拜呢個地方，因為其實杜拜咧。佢嘅歷史咧就係，譬如你喺1900年嗰啲時候咧，其實你喺地球上你唔會 alert 呢個地方嘅。點解？即係你佢係一個，其實佢係一個沙漠地區啊。係啊。咁佢唯一嘅當時的經濟就係、是，因為佢沿海，佢都係一個沿海嘅城市嚟，好似我哋之前講，即係好多沿海城市佢都會先崛起。咁但係嗰時嗰啲人就係，因為佢係面對住波斯灣，跟住背後就一大就係沙漠，咁所以基本上係冇人會認識呢個地方。但係唔係都係石油國家嚟嘅咩？佢係中東裏面一個比較少石油嘅國家。佢去到1940年之前咧，佢都係即係。揾下珍珠啊，撈下魚啊，即係好似漁村咁樣，好似香港以前咁樣。咁去到1966年咁上下啦，咁佢哋就開始發現石油，但係其實佢嘅石油嗰個產量係好低嘅啫。哦，即係佢附近嗰啲多嘅，完全唔夠。即係佢哋一發現石油咧，咁啊突然之間係令到成個城市嘅經濟係即係覺得哇好開心，好富有咗咁樣。咁但係佢哋知道嗰個石油產量基本上係可能用50年佢就完㗎啦。即係相對性其他好多石油嘅輸出國係佢係好少嘅啫，佢係好少。咁所以杜拜嘅嗰個酋長咧，其實杜拜唔係一個國家嚟嘅。即係杜拜係一個地方，係一個係啦，即係其實佢統稱叫做阿聯酋共和國啊嘛，即係 UAE 啊嘛，即係如果你有踢波，你知道 UAE， 咁佢係一個酋長嘅國嚟嘅，即係佢全部就叫做阿聯酋國啦，係 OK， 咁人哋佢有7個唔同嘅地域，咁跟住杜拜即係其中一個，咁人哋咁當時杜拜嗰個國王即係酋長咧，佢就發覺，喂，如果我淨係靠石油係搞唔掂嘅，即係我地方經濟冇辦法用石油去做。係啦，咁所以佢就靈機一觸咧，就發展，不如發展旅遊業啦。咁 which 就其實同我哋沙特嗰、那個嗰幾節咧好相似，即係佢而家咪準備發展旅遊業，係去到2030年、2050年，係咪？咁但係杜拜一個喺中東地區一個非常之成功嘅地方，佢係發展旅遊業，佢係好成功嘅。即係佢係單憑呢30-40年咧，就由一個地球上面冇人知道嘅一個地方咧，忽然之間就好多人知道啦，即係一個盛名嘅地方啦。即基本上係所有建築師夢寐以求去嘅地方，因為喺佢個地方嗰度係基本上由冇可能就變成有可能。即係會唔會反而夢寐以求去參與發展嗰一度嘅 projects 咧？係啊，有好多好多我哋經常講嘅叫做 mega structure 嘅 terms， 即係一啲超龐大嘅超大型嘅 structure 都喺杜拜度有機會發生。譬如我哋講嘅帆船酒店，即係1999年嘅帆船酒店就係、是、即係當時全球最高嘅酒店啦。九九年已經起好咗。99年起好咗，佢係全球最高。酒店，但而家就比我哋香港嘅 Ritz Carlton 就過咗佢啦。即如果你要講一個最高嘅建築物嘅酒店 ，Ritz Carlton 過佢嘅。咁但係如果係單棟式酒店項目咧，佢都依然係全球最大的，因為 Ritz Carlton 係頂樓嗰幾層先係酒店嘛，即佢係一個 mixed use 嘅 buildings 嘛。咁全球最大嘅 shopping mall 咧，即係杜拜 mega shopping mall 咧，都喺杜拜嘅。即係我哋講沙特，佢將會起2020年有一個好大嘅 shopping mall， 但係而家最大全球最大嘅 shopping mall 就喺杜拜。咁全球最高嘅 high rise 咧就係哈佛塔 ，which is 都係喺杜拜嘅。咁以前就叫做杜拜塔，咁但係因為即係2009年嘅經濟泡沫爆破，跟住杜拜唔夠錢，跟住就要揾人去借錢起。咁當時都有起曬嘅，起曬嘅。當時係有一段時間停工，咁但係因為有個酋長咁叫做哈佛嘟嘟嘟咁樣啦，咁佢就借錢俾當時嘅酋長去起，咁所以令到呢個 project 完成得到。咁所以由原先嘅叫做杜拜塔咧，由而家叫做哈佛塔咁樣。哦，所以就用咗佢個名，因為佢投資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杜拜喺未來呢2-3年，佢都仲係一個
即係劃時代 mega structure 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當沙特未完，當佢係未起好，當佢鄰近嘅阿布達比、阿布扎比，即係阿布扎比係另外一個酋長國啦。咁佢喺直頭喺 UAE 裏邊嘅羣裏邊，當佢未起好佢新穎嘅建築之前咧，咁杜拜喺未來呢幾年佢都仲係一個，仲係阿哥嚟嘅，係啊，全球嘅阿哥嚟嘅。咁就首先吹水吹咗咁耐，十幾分鐘。好，我哋準備咗條片，咁啊講下杜拜，即係呢個 UAE 嘅其中一個聯邦國嘅一啲發展嘅歷史，同埋佢隔離有另外一個國家嘅，即其實佢有我頭先講嘅有七大嘅國家，七個嘅唔同嘅 city。咁但係因為杜拜一個特別開明嘅地方，可能佢靠沿海啦，咁所以佢啲人啲思想啊，種族文化上開明啲嘅。咁但係相對性，其餘咧，其中有一個咧，咁就可以睇一睇片叫咩名啦。咁就相對性，即係一個係保守同埋開明，到底對於嗰個地方係啦，可以相差幾遠。咁啊，可以先睇第一條片。發展紅綠白黑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國旗。阿聯由七個酋長國組成。你只聽過杜拜、阿布達比等酋長國，卻沒聽過沙加酋長國。關鍵只有一個原因。开放或不开放，沿着杜拜主要干道谢赫扎伊德大道，两旁都是跨国企业的总部大楼。很难想象，这里在1930年代，除了沙漠和骆驼，什么都没有。当时杜拜只是小渔村，村民憋着气跳入水中，以捞捕珍珠为业。1960年代发现石油，为杜拜带来第一桶金，但是蕴藏量很少。担心石油用光的危机意识，推着杜拜决定从信奉伊斯兰教的保守社会走向开放。过去杜拜人祖先搏命讨生活的运河，如今木船造型依旧，但载运的都是来自全世界的观光客。操桨的人是外籍劳工，杜拜当地人大多数早已有钱到不需要工作。距离杜拜最奢华最现代的建筑大楼大概半小时车程就来到这个老城区，叫做巴斯卡基亚。这个地方呢，大概是在20世纪初期建立出来的一个老城区，呈现出在石油发现之前杜拜富豪们他们的居家生活。用泥土和珊瑚石搭建而成的古老建筑，有钱家庭在当时还会盖起一个风塔，引进自然风，以降低沙漠中的闷热感。这些阿拉伯传统景象在现代化的杜拜都变成了观光遗迹。就像我背后的老城区现在变成了大家看展览的地方一样，我们看到很多中东象征，譬如说骆驼，现在也成了观光景点之一。杜拜人能从骑骆驼变成开跑车，真正的原因是从1980年代开始，杜拜开放自由贸易，大力拥抱外资。最近4年就吸引3500亿美金的外国直接投资。杜拜境内有80%都是外国人，凡是在中东范围内的生意人，不是把公司设在杜拜，就是要去杜拜批货，堪称是阿拉伯世界的交易中心。Most of your customers,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India. Customer is India, Germany. Germany. Chinese, Iran. 市中心的杜拜 Mall 就在世界最高的哈利法塔旁边，有50个足球场大小，是全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但是半个小时车程外，来到另一个酋长国沙加，仿佛还停留在上一个世纪。好，和杜拜比较起来，杜拜选择的是开放，而沙加这个酋长国呢，选择的是传统文化的保留。所以路边我们看到还是比较多相关于传统文化的商店，特色比较多，但是跟杜拜比起来，终究少了一分奢华感。以伊斯兰文化保护者自居的沙加，对外资、对自由贸易相对保守，没有最高，也没有最大。和杜拜 Mall 比起来，沙加最热闹的购物中心是由一个30年历史的火车站所改建的商场。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主要是因为，迪拜地区呢，它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伊斯兰宗教国家，而沙加这边就是比较封闭一些。像迪拜酋长国，它是可以吃到猪肉，然后还可以喝到酒，而沙加酋长国是禁止有这一切的。所以杜拜可以去㗎，
杜拜可以飲酒，大家應該係聽唔到我句，我係話又係唔飲得酒嘅咁。杜拜可以飲酒，杜拜可以飲、嗯，沙加唔可以飲酒，同埋可以食豬肉。係可以食豬肉。其實嗱，頭先講就係睇條片啦，即係又聽咗杜拜摩啦，即係其中一個即係全球最大有50個足球場咁大嘅嗰個 shopping mall。咁呢個我哋遲啲會再講。咁另外一樣嘢就頭先，如果你睇嗰條片咧，有一個叫做風塔嘅嘢。係。咁其實風塔呢個建築物咧，係喺好多舊式嘅建築，尤其是中東地區咧，或者傳統中國以前中國咧，其實一個好特別嘅建築物嚟，即係風塔咧，其實係。譬如你住在一個大的屋苑屋啦，咁即係自己獨立屋啦，咁佢隔離咧會起一個風塔嘅，咁、那個風塔咧就會比你間屋咧高啲嘅。有咩作用啊？咁佢其實咧好似一個我哋叫做煙通咁樣嘅嘢，咁佢好似煙通咁樣，咁人哋咧佢上邊即係高過你屋嘅位置咧，其實佢有啲窿嘅。咁咧佢用咗空氣對流嗰個方案啊，即係尤其是喺啲好沙漠地區咧，咁譬如你經常都曬住佢，咁你熱空氣咪會向上升嘅，咁佢會將風塔裏邊嗰啲空氣咧就不斷向上，即係曬到熱曬啦，咁人咧熱空氣就會向上升啦，咁你向上升嘅時候，佢上面有個窿，佢咪會帶走嗰啲空氣咯，咁帶走空氣嘅時候咧，咁你一定要有其他嘅空氣去填補翻佢噶嘛。咁佢就有一個對流作用，就會將啲冷空氣就由下邊吸翻上去，咁所以就會令到你間屋涼快啲嘅。咁呢啲係即係以前一啲文明，即係人哋諗出嚟嘅一啲建築嘅一啲嘢。咁其實風塔呢樣嘢幾得意。咁 and then 就係頭先咪後你話你媽咪經常去杜拜旅行係咪？但我自己冇去過嘅。咁由此所見咧，嚇阿 Natalie 嘅屋企都非常之一個富裕嘅國家。點解咧？富裕屋企嘅國家，富裕屋企嚟嘅。因為其實杜拜我自己咁樣睇，其實我做個 research 嘅時候，我睇咗好多唔同嘅旅遊特輯或者旅遊嘅節目。咁譬如有啲美 X 華咧嗰啲旅遊特輯，即係5日4夜去嗰啲杜拜嗰啲。即係佢都未去完全感受到杜拜嗰一樣嘢，即係譬如你去四日係唔夠嘅，你唔係佢去嗰個旅行咧，佢係唔能夠享受嗰個奢華。哦、即係你去一個咁樣嘅國家，你一定即係譬如帆船酒店，你一定要住嘅。OK， 咁人咧佢有啲中旅島，即係 Palm Island 啊，即係阿特蘭提斯酒店啊，即係佢有啲更加勁嘅地方，你一定要去嘅。即係等於你去巴黎，你唔去巴黎鐵塔，好似冇去過。係你好似冇去過，自己就住曬側邊嗰啲咁好野雞嗰啲酒店。最重要嘅嘢你冇睇到。即係你冇去到咧，你就好似冇去到。杜拜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要去，仲有一分鐘，如果你要去杜拜，即係正正式式去旅遊咧，好似你媽咪咁樣咧，咁係非常非常之昂貴嘅。哦，係咩？點解咧？因為啲酒店嘅問題啊。因為成個 trip 都係昂貴。但有咩特別嘢係玩嘅咧？其實有好多嘢玩，有好多嘢係好瘋狂嘅嘢玩。咁但係為咗更加令到人哋突顯啊 ，Natalie 嘅屋企有幾咁富貴咧，我揾咗條片咧，好唔富貴喎，就係要即係介紹一下你去杜拜最 minimum， 如果你要睇一啲嘢，即係或者享受一下，你最 minimum 其實你要使幾多錢？佢大概要使200多萬台幣。哦，係啊，二百幾萬台幣，即係講緊係50萬左右嘅港紙。哦，你才能夠去 touch 得到嚇 ，touch 得到嗰、那個嚇、啊、杜拜嘅最 basic 嘅嘢 ，OK？ 即係真正嘅杜拜。咁我哋就睇條片就睇下啊 ，Natalie 嘅媽咪到底去杜拜係點玩啲咩嘅咁。OK， 我哋先睇條片，跟住我要完咗呢節，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體驗杜拜到底有多麼奢華？3天2夜的鸡加酒行程最顶级是什么模样？如果预算超过200万，那么一趟到杜拜的旅行你可以这样做。首先搭乘的交通工具就要是全球最大、造价高达110亿台币的空中巴士 A380， 而且要是头等舱。绿洲杜拜的奢华之旅，第一站就是要展现那种氛围。我们看到阿联酋航空头等舱当中就有完完整整的 SPA shower room。飞机
机上的淋浴间和更衣室附有媲美法郎的保养用品，可以让头等舱乘客洗完澡舒服的回到座位上，完全躺平。这个比较舒服，因为就是全部都是。如果隔壁是亲人的话，有可能双人床 ，six feet 应该都可以容纳。可以可以，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事他们超过 six feet， 他们是这样的。几乎都用金黄色和木质纹路装潢的头等舱，设计成可以自由起立的个人空间。23寸的个人液晶电视，有上千部电影可以选。嫌自己的迷你吧台饮料不够多，还可以到后方的 lounge 来杯香槟。阿联酋航空的 A380 完整双层客舱共有517个座位，其中头等舱只有14席，200万预算中要拿出约30万台币支付杜拜来回头等舱票价。抵达杜拜第一晚要入住的就是5星级的亚特兰提斯。亚特兰提斯酒店一如这个神话般的名字，它也是把杜拜从沙漠变成绿洲的工程之一，而且呢，它就建立在朱美拉人工棕榈岛上，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大的人工岛之一。外观有着一个扑克牌镂空黑桃图案的亚特兰提斯酒店大走奇幻风，拉比充满各种神话造型的雕刻，有1539间客房，每晚24000台币起跳，但顶级之旅当然要住总统套房。没搞错，就在大厅旁人来人往的走廊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走进去就是总统套房的专用电梯，直达22楼，来到280平的房间。这个就是亚特兰提斯酒店当中最贵的皇家乔房，一个晚上呢要价超过了100万台币，180度的美景可以完全饱览整个棕榈岛和杜拜海岸线。台币105万是这个位在饭店双塔正中央空桥位置的套房一个晚上的住宿费用。皇家桥房内包含主卧室共有3间卧室，以挂满水晶灯的走廊互相连接，手工地毯和造型石柱衬托出客厅的华丽。餐厅的长桌可以容纳16个人，隔壁还有撞球台和吧台。浴室设计成圆形，充满中东风情，每一个房间都通往俯视棕榈岛的超大露台。好，从皇家桥房的180度海景阳台望出去呢，我们看到中间的这条有着这个捷运系统道路的，就是整个棕榈树的树干，旁边呢总共17条棕榈树的树叶，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亚特兰提斯酒店的位置呢，就是这个棕榈树外围最中心点的焦点位置。放下行李出去玩喽，不用跑远，楼下就有水上乐园。哇，这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水上乐园景点之一，特别的地方是除了很高的刺激之外啊，特别的地方是它就是下来之后，可以从侧面看到有一个鲨鱼缸，在一个透明的滑水道里面，然后就是你会，如果你是那个乘客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金色的变幻这样。在来自台湾的饭店工作人员 Villa 介绍下，画面上隐约可以看到，不止高速滑水道穿越鲨鱼缸，想玩慢的飘飘河也能飘进这灌满1100万加仑海水的大型水族箱。里头总共有65000只不同的鱼种，包括热带鱼啊、红鱼，还有鲨鱼。这边看起来的高度是玻璃窗是10公尺，那高度的话是12公尺。对饭店所有设施倒背如流，24岁的 Villa 来到杜拜半年，虽然薪水只比台湾同业多了20%，但他看重的是国际经验的累积。本身是因为我有饭店的背景，然后再加上这边中文人才的需求。和台湾同乡道别，要继续我们的奢华之旅，当然不能没有帆船饭店。正式名称是阿拉伯塔的帆船饭店，181公尺高的大厅以纺锤形廊柱撑起，以白为基底的用色之外，几乎都包上金箔。照例，顶级之旅就要住最贵的236平的皇家套房，专属电梯直通25楼，举目所及都是镀金家具。天花板是金的，楼中楼扶手是金的，水龙头也要镀金，浴室备品只能是爱马仕，主卧室双人床还要会旋转。最贵的帆船饭店皇家套房一晚要价84万台币。这趟机加酒算一算 ，A380头等舱来回机票约30万，亚特兰蒂斯皇家桥房一晚105万，再加上帆船酒店84万，总共是219万。能这样花的人不多，没关系，跟着我们的镜头神游了一遍，免费。记者张华超龙，杜拜采访报道。喂，老大。
你睇我買啲乜嘢翻嚟考驗下你？咦，咁乖仔啊喂！咦，臘腸，哇，美國貨嚟喎，出境想食死我哋啊！嗱，好仔。買臘腸咧就一定要用本地生產先得嘅，美國貨係咩做㗎？喺臘尾咧就一定要幫襯永長興嘅臘尾專家，百分百香港製造，用料一級，有風味又夠衞生，仲有臘腸、鵝肝腸、臘鴨髀同埋臘肉埋添。計劃計劃，咁你快啲話俾我聽啊！究竟啊喺邊度買啦？永長興嘅臘腸。嗱，依家上 MIHK 網店就可以買到噶啦，每個星期限量製作，平靚正臘尾。嗱，何邊仔，係快啲上網去 MIHK 網店訂購啦！收到。